这是要干啥？你们看，就是这口井，八路军兵工厂李松同志，就是被残忍的杀害的这口井，所以咱一定为李松报仇，一定要杀了蒲静斋。 哎，咱做点什么？哟，这位老总，看看，俺还没看过这么大的宅子呢。这蒲家大院不是虽然都能看的。<笑>这位老总，这看看怕啥？又不会看到眼里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们家老爷说了，只有皇军和自卫团才能进，其他人不能靠近。滚！啊，不是。 你咋还敢回来呢？咋了？太早了，我听监狱队的说，你和孩子全掉到山崖里摔死了。这两天我这心里正七上八下，我正难受呢。没事儿，我跟孩子都好着呢，你放心吧。<笑>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啊！<笑>我这次来呀，是特地来看你，我怕上次给你惹啥麻烦。哎呦，我没事儿。桑桑，那什么，这次我给你帮忙了，以后我要遇到事情，你也得给我帮忙啊。 行，这次啊，就当我欠你个人情。以后你要有啥事儿啊，尽管找我，我能帮的肯定帮。哎，太好了！哎呀，布朗，你刚刚说先前有人去暗杀卞子言，结果打草惊蛇，现在卜家大院戒备森严。 布朗，你说这白天没有机会，那夜里咱会不会有机会呢？夜里啊，更不好办了。这卞子爷本来仇口就多，只有当上了汉奸，那晚上还不得护得严严实实的。这个死卞子爷，没想到这么狡猾，咱要是进不去，咱能不能想个办法把他引出来？很难呀，这些年来青山殿呀，又闹兵又闹匪。 多少厉害人物跑的跑，掉脑袋的掉脑袋，唯独这辫子爷能扎住脚。为啥呀？就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套道道，谁的势力大他投靠谁。这平时啊也很少出门，那就是出来也是前呼后拥的。那可是100多号人呢，外人很难靠近。照你这么说，咱这一趟就算白跑了。 就这么灰头土脸回去了，那咱以后还不得把头扎钉沟里去活呀？行了行了，少说两句。这第一呢，这是咱们麻雀班第一次
出来执行任务，绝对不能这样灰溜溜的回去。就是，这第二，武家是人多势众，万一一击不成，反而会打草惊蛇，以后再想拿就会难上加难。再者说了，郭局长说了，让咱弄出点动静，所以啊，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他怎么对付李松的，咱们就怎么对付他。大哥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咱也把他装进麻袋里，扔到井里淹死？装在井里可不好，这老百姓还得喝井里的水。也是。早上来的时候啊，俺看那个井边啊有一棵歪脖树，咱就让他死在那个歪脖树下，这样就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。就让他这么死。可是，咱现在连这卜家大院都进不去，咱怎么把他装麻袋啊？这卜家大院就是龙潭虎穴，俺也要去闯。尽管咱现在没有什么好办法，但我相信办法总是会有的。布朗，是不是有啥办法？俺呢，是想了一法子。咱要进卜家大院，关键就在一个人身上。一个人？谁呀？花条子。花条子？此人是何人啊？这是卜家的一条狗啊。拿他。我去看看老爷订的山货到了没有。你们好好看着啊。放心了，何队长。司机，好。郡上基地は我々の命と同じだ。貴様はしっかりと守りを固めろ。八郎に足をすくわれるなよ。は。それから天のやつに伝えろ。貴様が褒めていると。そしてしっかりと連携を取るとな。はい。天さんの。はい。長官、我。非常欣赏你。谢谢。到了歌山之后，我希望你奔着大东亚共荣的精神好好配合我。嗨。请太君放心。周老板，你给辫子爷准备的山货呢？后院还有一点。长腿子，老方，走，带我去辫子府。
这位小兄弟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你们要去卜家大院，得把俺也带上。小兄弟，俺们可是有正事要办，你最好给我们让一下。王师爷，你人不大，还挺冲啊。是啊。嘿，老腿子。兄弟，你这是干啥？你的功夫还不错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黑小子。黑小子。黑小子，你别在这挡道了，俺们有正事要去办。你们要过去也行，把花条子给我留下。这花条子，俺们更不可能留给你了。俺们办正事就需要花条。你有正事，俺也有正事。你有啥正事啊？他要杀了辫子爷。为啥？在俺店里娘，还有俺哥报仇。哎，你刚才说你哥，你哥是谁呀？李松。李松是你哥？就是兵工厂给朱南厂长当勤务员的那个李松？就是他。俺可以带你去，但是你要遵守我们的纪律。行，只要你能带你去，你说啥就是啥。说话算数。算是。好。走，我们走。跟着我。他娘哪儿那么废话呢？没看见你老爷送山货的来了吗？快点开门！快快快点开门！走。开门！哎呀，八姐夫，哎，这些啊，送山货的，你回去吧啊。哎，是。是谁？你就是辫子爷。你们找辫子爷干嘛？狗日的，俺们想干啥你还不知道吗？你们放命吧，这是在俺家，你们进来容易出去难。难个屁！俺们能进来就能出去。放，甭跟他废话。来，快！说好了吗？一切行动自由。快走，走，快走，走啊！山货交完了？交完了，这不是路远，还得赶紧赶回去。这袋儿算什么？这老爷高兴，奖励俺们一头小肥猪，说犒劳这帮闲人。小肥猪？是啊。走走吧，快。
你不是奎连画廊？哎，老左上怎么？八路军兵工厂，还残忍地杀害了李松，这一笔笔血债，该是今天偿还的时候了。天意，天意呀，天意呀，真是天意呀！我这壶酒也喝没了，我看啊，你这条老命也该没了。老爷子，我想最后跟你说几句话。你知道我和你家卜老大是拜把子兄弟，我们晚辈一直对你很敬重，可你呢，临老跟着你那个不争气的小子，干着丧尽良心的事儿，你对得起我们祖宗吗？你还是中国人吗？卜敬斋，你离此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吗？别跟他啰嗦了，送他上路吧。大哥，让我来。这枪怎么样？铁小子，这枪归你了。真归我了？这可是把好枪，我们这个枪，大鬼子有的是。干什么你？干啥？有枪不给俺？俺对你可不薄。嘿，你个臭货郎，就你这破枪法，你配得起这枪吗？你糟蹋了这枪，还你狗日的，
胳膊肘像外官，一旦知道他比俺强，嘿，你还不服？你俩比，黑小子，就这个。行行行，不是你们三个挺会玩啊。哎，老方呢？大哥，这黑屁股整天鬼鬼祟祟的，老半夜三更出去，谁知道他干嘛呀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上次你不说我都忘了，这以后啊，你得对人老方客气。嗨，人家尽管身上有些毛病，但现在跟咱们一起打小鬼子，那就是咱们的兄弟，知道吗？大哥，俺瞧他也不顺眼，整个一酒鬼。就是，你们什么意思？对着我来？大哥，回来了。痛快啊，痛快啊！哎呀，痛快痛快！老方，啊，你去哪儿了？喝成这样？打掉辫子爷，老子太高兴了。哎，这不，我好久没这么痛快了。我到那儿，喝了一顿，美美的。哎，剩下这些啊，全都剥圆了。给大家带回来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老方，别喝了，别喝了，听我说两句话。既然你现在加入我们麻雀班了，这麻雀班是有纪律的，不是你的警察大队，知道吧？这以后出门要请假。明里是喝酒，暗里谁知道干嘛去了？就是。哎哎哎，这小子什么意思啊？行了行了，大家这担心你。来来来来。老方回来了，咱也到齐了，咱们开个会。刚刚呢，我到那山上看，山下面就是葛庄，葛庄里面呢有个小鬼子的军火库，俺呀想干他一下。爹呀爹，你爹，啊，爹好了。团长，这老太爷已经升天了，还是快点收敛了，让老太爷入土为安吧。哎，我说方大队长，咱都围着这庄转了三圈了，你还认得门不？闭你的嘴，哪儿那么多废话。柳子，爷柳子，是啊，哎呦，嘿，没错没错，哎呀，王队长，各位大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啥意思啊？不想让我们进去啊？请进，走走走，别麻烦了。介绍一下，这俺媳妇儿秋桂，这俺小姨子秋竹，这就是俺经常跟你提起来的，特照顾俺那个方大哥。嗨，这就是方大哥，稀客稀客。对了，我正好给你们带了吃的，给弟妹补补身子啊。客气了，方大哥。哎，是这么回事，我们要进城，今天啊天晚了，在你家住一宿怎么样？哎呀，说啥呢，方大哥，我们家动物闲着呢，你们要不嫌弃啊，
住几天都行。哎呦，嫌弃啥呀？哎，叔叔，赶快给收拾收拾去啊！哎，谢了谢了，进屋里休息吧。我们自己来吧。来来来来，进屋进屋进屋。儿子，你啥时候出来啊？爹都等不及了。你说什么？大点声。他们说啥？还没事。俺儿子和别人不一样，俺儿子在肚子里就会说话，还会练功呢。你看你不信也挺。儿子笑了，笑了。行了行了。没几天就生了，明天要赶葛庄集的，快点睡吧。说真的呀，明天赶集你别去了，你不方便，俺自己去就行。你帮俺听太心啊，没事儿，我秋如陪着俺。你卖你的烟，俺妈俺的。老弟，辫子也干掉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大家都非常高兴。可是我总在想，那些警察兄弟，还有玉子村的所有百姓，这个仇何时能报？老方啊，只要咱齐心协力，打鬼子，除汉奸，我相信玉子村老百姓，还有警察大队兄弟的仇，咱一定能报。这我信。老弟，我想跟你提个要求。说吧，老方。只要有一天，一旦知道这个告密人是谁，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在干什么，你能放我去报这个仇吗？可以。老方，你记住俺说的话，你的仇就是俺们的仇。这个仇不报，我就死也不会安宁。一定报。睡吧，我再一个人坐会儿。
这么多咱们一起走的话，目标太大了。那这样，分成几个组，下午的时候还在这集合，明白了吧？明白，明白。小子，你看这个，这啥？糖粉，这好吃的，真的好吃，你尝尝。这能吃吗？这个？刻出一个臭虫来了，你干哈呢？哼，打狗的。打狗的，你他娘管什么闲事？打的就是你们这群狗。你他娘骂谁狗呢？还他妈的，你给我上！这叫狗吃屎。给我上！春花是春花，是你，我这不是回来看你来了吗？自
从谷家跑到这里来，你说老娘为了谁呀？还不是为了你。倒好，一门心思去迷上那个客栈的老板娘，你把老娘扔在这里不管了啊？娘，别生气，我以后回来经常看看你。你看我给你带啥了？行行好，哎，你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啊？滚！啊！啊！啊！来人啊！儿子，儿子，这是咋回事啊？啊啊！快，这咋回事啊？我的枪被抢了！妈的，不行，我得。儿子，哎，白菜了，哎，买颗白菜吧。你要买的话便宜点，你看，这刚摘过来，你看刚从地里摘回来的，你看看这白菜，哎，看看这个，这个咋地了没有？花姑娘的，你这个呢？啊，什么嘞？新摘的白菜。绿队的，你干啥？这是把你最好的眼睛放开！